Forever love.沙哥，是不是有个那个装水的那个能帮我放装水？那正在装着沙哥的水杯呢。你是要干啥？你要装杯啊？前面是不是还有能装杯的地方？你就默默的装杯不行吗？装杯装半个小时装不了。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呀。换了你，有情的一定来呀，一起跟我更合。你会吹口哨吗？会。OK， 可以，我不会吹口哨，什么？你会了吗？啊，不会，舌头可能有点钝。下一站咱们多长时间呢？40分钟。晨哥现在改自己一个座了，想睡觉。晚上撕你们呢，拿小黄金呢。哥，你快睡着的时候你跟我说一声，我就给你扒拉行。能让他睡吗？看着这个团队最坏的人了吧，第一个先把他送走啊。我可提醒你们了啊，现在让他睡就是养虎为患。快，大哥等他，你就坐呗，你得起到一个关键性作用啊。我俩是一对的啊。啊，对了，穿了错了。晨哥，快睡觉，别醒了。哥哥，别睡了，快到了。啊，在哪儿？谁？马上到。哥哥，快睡，养精蓄锐。哥哥，快起来。啊，到了。哥，你眯一会儿，你别说话了。我不需要养精蓄锐，养不养精、蓄不蓄锐，也就那点实力，没了。我们今天只能靠凯哥了。啊？真的，我不行了，我摆烂了。你不行了，你不能说不行。我行。啊，不是还有一趴游戏的吗？还有，还要去小渔村呢。你们的老巢。去完村儿，咱们就撕。爱我还是？就想说你想说的真心话。好，雪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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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老偷拍我。来吧，来吧。我把音量开到最大，痛的我是谁？你这一点觉不睡，让别人也一点觉不睡啊！都别给我睡！你要睡觉吗？我得养足精神，晚上收拾你。正好在车上，我加一下你的。嗯，上海，你住上海啊？加上海。哦，你上海人。嗯，上海人。上海人。我从上海过来噻，过来噻。哥，咱那个微笑以后咱就别用了，那是老了的象征。老了？谁告诉你的？没准就是确实是不是特别开心啊？啊，不是特别开心。啊，不是开心的。呲牙吧，对，呲牙代表挺开心。那这不是微笑吗？咋还不高兴呢？这是你们的现在这新的梗了。我一直总给人发那个。你喜欢拍戏吗？喜欢。觉得拍戏在那个氛围挺好的，大家在一起啊。如果说演到一个，都不是说一个角色吧，就一场戏。特别爽，搭的都特别好，特别开心。你是哪年开始演戏？我看你出道应该是歌手是吧？不是，唱歌出道就拍戏，小十年戏。其实你唱歌时间不长。我唱歌一直坚持 ，OST 都坚持。哦。哎呀，拍戏就时间太长了。像你们小年轻的单身还行，老在三四个月在剧组待着，我待不住啊！现在。
我俩孩子那上学呢，就是老想再回家待。大家感受一下，你们九个人一起抢这个东西啊！灯一打开，所有人就要静止，然后灯关上才可以移动，好吧？嗯，准备，关灯，关灯。哎，关灯。哎，你这样不行，你这样灯开静止，哥，灯开静止，晨晨回去吧。哦，所以在滑行的过程也算在动吧？也不行，对，我这衣服还挺滑。来，我们再感受一下。哦，再感受一下。还得感受一下。怎么又在滑行？怎么又在滑行？叫俩开除！叫俩开除！直接来吧，太多犯规的人了。好的，犯规淘汰啊。我这算是，你这算就还要退回去，因为你开灯的时候还在动滑行。嗯，可以了，我们知道了。咋的了你？怎么又在滑行？滑行的话得收集小桌板，调直自己靠背了。这是破梗。零六了，这有这有意思，你这真有意思，我把这个记下来。啊？如果 OK 的话，那我们就请两组先出战啊！哎呦妈呀！他俩不愧是一对的。啊，好笑哦！过刚刚的撕名牌对决。最后场上还剩下蓝队的卢玉晓，中队的白鹿，究竟他们两位谁是今天的获胜者？白鹿，卢玉晓，白鹿，我们该喊谁呀？加油！有请两位女生入场。白鹿笑那么开心，我觉得白鹿开心应该是赢了。白鹿，我跟你讲啊，知道就剩你俩了，你凯哥一晚上的阴霾就没了。谁？张真源 out。完，真的是俩女孩，真的是。哦，我们还有机会。知道就剩你俩了，马上，你知道那脸小脸儿咧的。那今天到底谁是最终的获胜者？三。二，感觉白鹿姐被撕了。一，条主要是我这很不好撕，没有，但是他很快，他非常快。氧气女孩下次来就改名叫蛋蹦。今天的氧气师傅，恭喜蓝队，你们在最终的撕名牌环节中获得了胜利，所以你们的书籍《大禹治水之一封家书》将成为本月华夏故事里的生态之路主题展的隆重推荐图书。也请裁判给蓝队的三位送上奖品。哇！谢谢。哇，小黄街 little goat。那新女孩？没有，我也是初中高中的时候，就我朋友一直都在追跑的，觉得挺神奇的，就是能今天站在这里。怎么样？这几位还在跟印象中还一样吗？还是说老了很多？一样。你今天还获得了这个小黄金？小黄金。真的没想到。力挽狂澜。